认真听哦，先放着没关系，不要塞。有没有人能够告诉 Chris， 这个绿色大部分是什么样子的情绪？很开心。Oh, very good, nice。开心、控制下、专注跟舒服。那有没有人能够告诉 Chris， 两位先放着，先不要选位置，没关系，我不要再让你们选，我只是先让你们放东西。我先让你知道英语教室里面全部的白色跟应该要注意的事项。有没有人知道那个蓝色是什么？哎呦，兴奋的，还有焦虑的，焦虑就是黄色，或者是紧张的。有没有人紧张？有没有人紧张过的？我举手。你为什么紧？你为什么会紧张？因为上台表演要面对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但是那是你的强项。那你为什么紧张？我听说也有。没关系，我去分享。你为什么会紧张？看恐怖片。哦，确实喜欢看恐怖片。然后这个恐怖片最恐怖的是，我在讲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生没有看着 Chris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叫我二。哦，所以你的宝宝叫做？好 ，OK， 我知道。好，你知道你要叫我什么吗？你要叫九九这个，因为你的妈妈是我的表妹，知道吗 ？OK， 认真听好，来看这里，有没有这个红色？红色是什么恐怖？对不对？生气。生气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害怕，或者是 panic 恐慌，大恐龙来了 ，Chris 来了，他会压我们，喂，没有人会压你们 ，OK。Attention here， 想大叫哦。讲到这个，如在教室里面，就在你们教室或者英语教室里面，那站好。我真的画出来。不要大叫，如果要大叫可以，请举手。Chris， 我想要大叫。然后我们要去哪里？操场。在操场，你怎么大叫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大叫旁边都不会有人，只有阿公阿妈经过啊。我没有讲神经病，我只是阐述一下那个老人家说的。好，来，再就是没办法控制。OK， stop。有两个没有在听我讲话，今天是上学的第一天，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，而不专心啊。再来，黄色是什么？不开心。不开心，伤心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曾经伤心过？举手。你为什么会伤心？爸爸打你，因为你不乖。来，你为什么伤心？我每次被骂都会那个在想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哦，你是人类，你忘记了，还有人为什么会伤心的？你为什么伤心？我爸妈说我是狗。啊？你爸爸说你是？是啊。我爸妈说我是狗。嗯，没有，爸爸不会这样说。我姐姐说我是狗。为什么伤心？为什么你会放这一下？有人没有在听哦？爱上你，我爱上你，不要忘记了，再一次，爱上你，爱上你。当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其他人要看着对方在说什么，这是礼貌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讲话的时候，没有人在听你说话，是不是感觉就像毫无效果？刚刚说了，不开心，对不对？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OK，Yes、okay, or No？ Yes。OK， 然后你还没讲完，为什么会伤心？因为我伤心姐姐。啊，伤心姐姐。好，那你有伤心过吗？没有。哦，你都是开心的，这么棒。很棒 ，good， 好，这个情绪停顿那个很重要。如果就说，老师，我上次因为我是有两个在乱动。我上次我跟我妈妈还有跟我姐姐去看电影，看到一个情绪的电影。哦，很有情绪。那个叫脑筋急转弯。脑筋急转弯四对不对？二。二 ，OK， 好 ，guys， 没有办法，好，没关系。在英语教室里面，如果突然看到有人哭，有人情绪不稳定，这个时候后面有个叫做 emotional corner zone， 那叫做情绪角落区。我们慢慢移动情绪角落区那边来，因为虽然我不晓得你们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，但一会儿我就会知道，还是会来这里，来这个地方 ，OK， 这是。